你要是回去的更新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隐藏版。OK。来铁花村工作的同仁啊、有些人已经离开铁花，但是对这个地方一直都还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。那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其他不同的领域上面有一些开始有一些成就啊、那听到最后一场，他们也希望能够上来，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能唱一首歌。我们要先欢迎那个今年拿到那个原创客家创作冠军，对，他真的是拿到冠军，拿到冠军我也吓一跳。对，为什么吓一跳？我也不高兴，为什么？他都没有请我吃饭。我们欢迎饶地华。大家好，我是地华。我是要坐哪里？后面。我是好。要先讲一个笑话。没有啦，不讲笑话，直接唱歌了。好，因为我是既然是客家的那个原创的冠军，那势必要唱一点客家歌。有客家人的举手。客家音，手举起来，客家音有没有？好，客家音哦，要继续生更多的客家音出来，好不好 ？OK。棒，那我等一下我唱一句，你们就跟着唱一句好不好？哈干音一定会唱这一句这首歌，好，来喽，三三五六七八，五八婆，你们要我唱一句，你要唱一句，五六七八，八公八婆去。来鼓进来，八公八婆，莫吃鸡莫吃鹅，啊吃炸会肿鼻婆，啊肿有料肿用途，爱是伊就是，不是爱呀莫奈何，嘴巴打开，嘴巴打开。将你十九放天咯，将你十九放天咯，就三无看到，就三无看到，转一看做题目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嘴巴至少要有一种对嘴的感觉，好不好？一个精神拿出来，然后八公八婆。莫吃鸡，莫吃鹅，啊吃炸会肿鼻婆，啊肿有料，肿有脑，爱是你就是，不是爱呀莫奈何。料是啊，酱也是就放甜咯，啊就啥莫看到，转一看。走的，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我的演出就到这里哦。哎，那个原创有一首歌叫《宇宙》，你们就打《宇宙》，然后饶地华。哦，我的店哦，我哦有一首有一个店叫做作德，然后如果大家对喝酒跟边喝酒边唱歌有兴趣，然后你有很多十块钱的朋友，可以到那个店，它叫作德。就是客家话走 day 的意思，做事情的做，得到的得，欢迎大家，
尽量定位，因为位置很少。谢谢大家，欢迎下面一位。对，我们谢谢地华，我们下面一位从那个。谢谢野花村。我们下面一位从那个蓝屿赶回来的，对，他叫许如故，哎。好，很快后，因为要12点了，大家还要赶拖。没有，他们要坐捷运了。哦，好，好，那这首歌叫做《家家歌》。那刚刚 是客家嘛，所以现在变成。这是一首阿美族的族语歌曲，那它一样会需要大家一起配合，有点难，比刚刚那个还难，有那个有一点像那个多义那样子，那么难这样子。我等一下唱一句，你们跟一句看看。好，我等一下会先唱。哈乌啊呀，嘿呀，哦哦啊呀，欢迎你们。考过多一点。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好好好，可以先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，因为你们今天坐很久，然后都没有唱歌，太无聊了。现在让你们那个喉咙打开一下，先。润一下喉哈，好。掌声鼓励，谢谢李华春。OK，
我们时间很赶，赶快换第三个。对，是我们家的嘎令。对，来，嘎令还没有上台，他的狗狗已经上台了。你看，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到十二点。好，我要带来一首歌，叫做《做朋友》。耶、yeah, ！谢谢你们跟九阿尊做朋友。嗯，对，好，就这样吧。然后呢，我要掌声鼓励给我的同事们，最大的鼓励给我们铁花爸的同事，他们太辛苦了，所以呢，你们要不要来？再来，对，蓝色的。
我们家的村长要上台了。九二村的村长发哥，哎，发哥在哪里？你不要跟我讲已经晕了，不行，要赶快。发哥来吧。你们想要听什么歌？我本身是阿美族，你们想要听什么英文的，还是阿美族的？漂亮，我要唱各家歌。这首歌就今天就在这里，也是一个绝版。Yeah, 谢谢大家，然后天气那么冷。家没有家里啊，啊我唱那个阿美族的歌，外场的音响可以关掉了。
村长呢，28号也有唱，有农会贷款就可以过来哈。OK， 好。你不要只会找美女。哦，啊，我想，好啦，唱周记家最后了。我们还是要面临曲终人散，对，我要准备唱周记家的最后一首歌。唱这首歌之前，其实我想要邀请，我要先邀请我的太太，小夏。真的，13年前刚开始开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没有人要来，然后我在台上。有时候唱哦，一个人要唱2个小时，真的很累。我就会请我太太来帮忙。对，啊，她这几天有点小感冒，然后不管了，我觉得我在上一份工作要离开之前，其实我很抉择。她告诉我说，野菜配泡面也可以过一餐，也是一顿。所以我就辞掉了上面一份工作，然后这次呢，我没有离开这份工作了。然后呢，上次是野菜配泡面嘛，对，然后这次是泡面来配野菜。OK， 好啦，一样过得去。那我很谢谢他的陪伴，然后也谢谢非常多的人陪伴。我想唱。我要唱最后这首歌，其实我想了很多。刚刚我在还是讲说，你要唱守着阳光守着你吗？守住这个地方吗？你要唱跟往事干杯吗？跟这个地方做最后的道别吗？唱周记家，我真的是放在心里面的一个节目。也许刚刚开始一来就看到，对不起，我一开始唱就崩溃了。我在想我大概后面会崩溃吧，不管。但是呢。唱周记家，我们这段时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换血。我说的换血就是，我总不能一个人从头到尾主持吧。后来就慢慢有很多人开始帮忙主持了。我要邀请这些曾经主持过唱周记家的人上台。老啊，许多谷、地华、水灵在不在？水灵在不在？改令，大家都在。市民在吗？市民在吗？市民有在吗？我市民，你给我上来。还有谁主持？你有主持吗？地华有吗？志伟，志伟有在吗？志伟哥哥在。志伟有在吗？然后呢？我一直在想说，其实最后一首歌要唱什么？我决定唱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曲。因为歌曲里面。词里面有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已更改，我们还拥有你的爱，请翻开圣经第二，不是，来查一下，那个有手机的可以查这首歌，我们一起唱好，掌声响起，对，等一下，我会唱很低，可以让女孩子的声音跟起来。哎，那还有无线麦啊？去哪？对，有麦克风的拿起来一起唱。我不会忘记自己很一个人开始唱，然后开始找朋友，把这个节目一直撑起来，找了很多的歌手。其实很多人没有来，但是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把这个节目累积到今天，可以有这么多的人，我真的谢谢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全台湾独一无二，没有任何另外任何一个 live house 在做这种事情。我们做了，然后我们让很多人变成他人生第一个舞台。谢谢你们来唱周记家，谢谢你们喜欢唱周记家。然后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最后没有来报到名，包括我的朋友拉翁，对他第13个，他下班冲过来说不好意思，你第13个结束了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很多，我非常谢谢你们。那用这首歌也谢谢所有铁花村的人，然后谢谢我们村长，谢谢
八台，谢谢好店。杰恩呢？杰恩走了。陈杰恩在哪里？他躲起来哭了。躲什么躲了？好。好、哦。我慢慢唱这首歌，我想最后最后没有唱作曲家了。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。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已更改，我还拥有你的爱。好像从此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喝彩，非常非常棒的节目，希望你们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孤独站在这舞台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些感慨。多少青春不在，多少情怀已更改。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喝彩，听到第一声喝彩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困难，经过多少困难，告诉自己要勇敢，在这样子在座的所有人，我们再次谢谢铁花村的员工，谢谢黄医师，谢谢婷宇。
拜托给我们的那个节目，还有我们的音响的这些我们的工作人员最热烈的掌声，给我们的吧台最热烈的掌声，给所有铁花村的人最热烈的掌声。康中之家圆满结束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晚安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如果有空杯、空瓶、空罐，麻烦帮我们拿回吧台。个人的物品千万不要忘记带走。剩下的十天呢，除了下礼拜一、礼拜二没有营业以外，其他都还有很精彩的演出。希望这个夜晚或是过去的每一天，都可以在你们的生命中留下非常美好美好的回忆。谢谢你们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